大家好，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，头发总是翘起来怎么办？一，用发泥抓一下头发，将翘的地方按下去，然后用发胶固定。二，建议在饮食上可以多吃些黑芝麻、核桃等，补充头发营养。三，每次洗头的时候可以用护发素来滋润一下，洗完了之后用精油抓一抓。四，尽量使用木质梳子，这样静电会比较少。以上呢，就是头发翘起来的几种应对小技巧，大家可以试一试哦。